我现在这白居易一马就上钻石。谢谢饺子的月下飞仙。哎呦，谢谢饺子，有大气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差点送你人数。这两个勇门，我也来把幻境龙三星叠加。那个，昨天的幻境龙什么装备来着？守护之月，多美妙的名字啊！都没用啊，这几个刷一下。珠光莲花可以了。幻形没啥能上的，上头猪吧。法爆无尽，郁金帐，我已经不用法爆无尽了，我现在直接一个无尽就够了。无尽郁金帐，怎么会有郁金帐这种东西啊？为什么上的是金鳞龙啊？我瞅一眼啊，我瞅一眼刚才那昨天的叠加是什么装备。全是对儿的，谁受得了啊？严阵以待。不管是用爪还是用矛，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金龙，配了个金龙，
三星界两幻境无敌了。全是钱，哎，全是钱呢，根本不差钱。没人玩幻境龙，挺好。这把我拳套大剑全拿走了，我咋整啊？我只能先来个龙爪了。我两星永恩打不过这家，有点猛啊。什么幻境？海盗幻境。拳套。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
就是补丁。哎，我现在再上一个蝎子，是不是又能吃一块钱呢？不是，那我得等蝎子二了再上是吗？七星界多一块钱，嗯，没有有用的东西咋办呢？这不。这个最起码还能加点战斗力，那两个是真没什么用。感觉我的经济也不是很多嘛。这个人一回合给多少钱？我看看啊。2块，才2块吗？谢谢苦茶子的飞君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差点送礼银数。多上个蝎子给2、3或4块，但是我武器大师两星啊，我两星武器不上，我上个蝎子我傻逼吗？这波拿全套啊。全是腰带。那我只能拿腰带了，我的选择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我操，这也能嫖2张啊！绝不回头。多上一只维鲁西吧。
这完了，这瞎他妈有点猛啊！造孽呀！哎呀，我操！转冒险侠呀，要不侠有点多。现在就转，转呗。差一块钱呢，天啊，我难受啊！算了，我吃这一块钱得了，这头猪不要了，扔了，一会儿再说。哎呦我操，这老些钱！进巨沙没羊兜，但也只能这么合了。无尽先合了吧。装备来点意见呗，龙牙给龙女，龙女不给。我知道怎么上。
来一张小蒿子。魔龙靠近。我知道怎么给装备了。给龙女儿找一把无尽就可以了。选秀拿大棒，贾克斯干嘛的？贾克斯没用，但是我上不去别的。我现在要个好的，大半给我拿了，那我拿全套。蒿子加工醋啊，工醋太慢了。真的慢，我总能找到破。这应该吹我的这个，我闻到恐惧。你把那八金币给我变成大棒，这就完美。没有羊刀还真就不行。无尽，哎，这也不行啊，必须得要羊刀，别的都不行。没有羊刀，哎，能用。法炮、火炮、环曲攻击，我总能找到破。回
动着愤怒的双眼。薅着有没？我操，这么多吗？魔龙靠近了，给个薅着。我知道给龙女儿，但是我得找一张蒿子，我换张蒿子，我给他来，奶妈下了，奶妈承受了太多了。你还想追三，怎么的？我追一下有问题吗？我今天就追三星龙女，别叭叭。薅着可以，我拉人口，我今天就拉人口追三星龙女，实在拉不上去，我这火炮你们觉得给谁？洛怎么样？巴德啊，好吧，算了，别追了，这做梦呢吗？这不是在这做什么梦呢？这玩意儿能追吗？你要追追这还行，净扯犊子，拉倒吧，别追了。这不追不追了，追个这个得了，这那个追不起，那太贵了。拉酒找猪终究还是要来了，我不拉酒了不行，不行就不拉酒了。哎，这张杰西不错呀，这个杰西我很想要，没有杰西我们就拿小鹿，没有小鹿我们就拿蒿子，都挺好的。其实小鹿吧，护卫好一点，好像护卫啊，护卫给个25最大生命值的小破盾，哎，这没用，不如挡个技能，挡个控制啥的。这波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没挡控制，绝对的打不过。如果那杰拉的那个控没挡，肯定打不过。那侠倒钩没勾好，肯定是打不赢。
让屠龙永志给我们干了。你们说我是拉九还是弟呢？我拉九的提升有点小啊。我希望那家同行可以死，这样我就可以地牌了。我操，这牙主这么猛，土的！完了，装备没放上。上装备，哎，同行死了，我们开地吧，兄弟们，我们开地吧，不让我地啊，那我就只能生了。情况不妙，这就是我们处理方式。不让我地，让我上枷锁，那我就只能生了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我这假人还救命了呢，我这假人救我一命。我决定攒一轮钱。枷锁侧翼切入，打不过我，这控制链太强了。奥拉夫没有水银，不可能赢得了。简单吗？钻石了，哎呀，我才42点吗？啊，那还得来一把是吧？啊，还得来一把呢，那下把吧，双杀了。哎，非常的简单呢，非常的简单。本来我是想来一把叠加的，没想到啊，
吃了，兄弟们。